这是邓丽君在日本举行个人演唱会时的现场录音，她特别选唱这首名曲，获得日本歌坛很高的评价。邓丽君之能够享誉国际，自有其不同凡响的地方。她在演唱会中演唱的另一首风靡世界歌坛的《何日君再来》， 可说是他唱功达到炉火纯青的代表作，当然，这里我们也是绝对不会错过的。 喝完了这杯清静点小菜，人生难得几回。